的概念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一个人脱光光，然后在家里面做一些很有趣或荒唐疯狂之类的事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拍啊，就是客厅啊、房间啊，甚至厕所啊、床啊、沙发啊。其实我当初没有把它想成是视觉 SM 来拍，它也算是宅的一个延伸，借由圣诞灯泡的发光来呈现一种氛围。因为我觉得说在裸体的状态下给人的观感是最震撼的，我并没有觉得说会因为我很想要脱，然后就叫大家一起脱这样子。希望大家借由我这样的作品来呈现每一个人想要在家里面解放的感觉。